亲骨自然言。哎，你在看那个女生啊？喜欢就跟我讲，我帮你追啊。其实说不上喜欢，只是好奇，好奇她给我的感觉，为什么跟其他人都不一样？你会介意我有一次耳朵是听到的这件事吗？不会。那从现在开始，你跟李子一样，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了。哇，这间教室也太脏了吧！怎么会脏成这样啊？陈如，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过来跟你们一起扫。陈如，前面灰尘很多，口罩你带着吧。不用啦，你带，我不用。到时候万一你咳嗽更严重怎么办？带着。我很想成为那个能懂你的人，那个能在乎你心里在想什么的人。陈雨茹，我喜欢你。